试，或者想尝试新技术吗？如果新技术年轻人都不去尝试的话，怎么发展？的话，我就感觉安全性方面是我最担忧的，因为路上的情况太复杂了。说句实话，本身我也是个司机，路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挺担心遇见突发情况的，比如说突然窜出个人来，突然有辆自行车，他会怎么处理？还是挺想尝试的，想看一看到底无人驾驶的汽车到底我们现在技术到底上什么样的一个状态。